扫个净智仓。我感应到女皇的恨意，像恒星般燃烧着。可是，在恨意底下，还有种我不明白的东西。那叫爱意。爱意。就连恨意都无法阻挡。爱意。是关于伤害你的人吗？不，是跟一位朋友的美好回忆，一位失去了的朋友。失去了的朋友。女皇，我们的侦察部队回报，卫星的另一侧有一艘大型的神族船舰。那是他们用来航行到这里的星际航舰。目前船舰还没做好出发的准备，不过在我们赶过去之前，它就会启动了。我得同意，他们真的很顽强。不过我早就有所准备。哦，你没有必要这么做。你可以离开，在黄金舰队抵达之前离开这个星球。我现在明白了，我不能逃。我的敌人永远不会放过我，我只能战斗。那么就永远不会有和平的一天了。哼，和平。和平也是用牺牲换来的。又是你。新发现，可大规模改进异化虫基因序。怎么样的改进？答案复杂，可让完全进化的异化虫产生分歧，形成两种新品系。那就用在虫群吧，阿巴瑟。品系彼此互斥，导致基因序冲突，必须选择舍弃其中一种。很好，每种都试做一些，我想看他们实际的表现。两者都会测试，从进化巢内启动实验。哦，所以可以变成两种属性啊，异化虫吗？我怎么看？新陈代谢啊，应该是变成自爆虫，或是也只有自爆虫而已，不是吗？我要查看一下你的记忆，看看为什么我一见到你就火大。回忆并不重要，记忆是啊，分心打太极。我从你的脑海中看到，是你设计出刀锋女皇的，你的手把我裹进了虫蛹，柔软又脆弱，打碎骨骼，撕裂肉体，我强化了你。要不是你对我的计划很重要，你早就死定了。被发现了。不明白，不明白，你为什么打我？我是来帮你啊。我跟你讲，女人的外貌就是她的第二生命啊，对不对？你们这样子乱搞，被打我绝对活该，好吧，阿巴瑟。好，赤蛇可以选一项途径变化啊，攻击距离提高六格。哦，距离变远了啊，几次？这个呢，辅助性虫壳可以让生命值增加20点。这什么东西？狂怒吗？启动狂怒的时候，攻速提高 50%， 然后持续时间15秒。我这招好像不错我觉得这个不错。我们要变这个还是要这个啊？你们比较喜欢哪一个？我觉得有效果的话，应该是攻速吧，对不对？赤蛇的攻速还蛮有需要的，蛮有东西的。进化任务吗？好啊，那待会儿弄一下好了。哈巴是很可爱的。好，进化任务。异化虫品系有进行强化，在自治联盟驻守的星球发现独特原质，收集原质，强化异化虫，摧毁自治联盟哨站。迅猛虫品系，迅猛虫品系，它是快速战斗。快速近战单位可以跳向敌方单位，还可以跳上山崖或跳下山崖。另外一个是快速的近战单位，一次孵化三只，几乎能够立即变形过程它就是可以一次孵化很多只。原本是孵化两只，然后它变成三只啊。所以这两个好像都还不错用。双喷配远程距离吗？所以要远程距离是不是？重壳来增加难度，你们为什么要让我中增加难度？我想要玩虚空啊！我想要玩虚空啊！你们不要这样。好，等一下啊，我先把赤蛇距离增加好了。大家说距离比较好。好，大家等我一下，我上个厕所啊，马上回来啊。
好的，我回来了。有尿声最好是有尿声啦。去噜噜，你最好我噜噜还让你听到声音呢。怎么可能噜噜？工作室这么多人，噜个屁啊！要噜也是在……没有啦，不是，好不好？我平常怎么会乱噜嘞？你们乱讲话，你们。新一集的技能已觉醒，如果你想使用新的技能，就必须选择它，否则无法启用。新技能吗？死亡的异化虫会在主要孵化所复活，不需要支援，每30秒最多可以复活10只，直到所有异化虫孵化为止。神欸，神招我要了啊！神招，好，进化槽呢？进化槽有那个任务。OK， 那我们就解吧。我要查看一下你的。看啊，进化任务，开始任务。所以二选一啊，只能二选一。好，你会玩《异城余生4》吗？会，我会玩。好的，开始啦。卡利斯星。自治联盟哨站在山谷的峭壁上，难以接近。异化虫需要进化。本地生物卡拉克会跳到空中攻击猎物。哦，吞噬卡拉克，收集原值。将基因特质融入异化虫基因链，同化后可跳跃至哨站。所以我要先消灭那些小怪兽，这样吗？来，原值加一，原值加一，原值又加一，进化！噔噔噔噔。原值。好，神奇宝贝不是神奇宝贝，数码宝贝。有猛欸，强化异化虫，随时可作战。很好，来看看实际效果如何。异爪比较受欢迎。运送更多异化虫。很好，哎，好恶心哦，这个有点恶心欸，但我现在有点后悔选这个了。我们可以换一个吗？怪恶烂一把了，可以跳上去吗？哦，有些地形还上不去的啦！天哪，异化虫这样好恶心哦！我的天哪，我的妈呀！好，上去，上去，上去！迅猛虫跳跃扑向敌人，可以攀爬峭壁。哎呦，一堆白蚁啊！有猛有猛，欸，其实不错欸，这个会扑向敌人，我觉得不错。好恶哦，这个对我们的战况比较有帮助啊，因为我们凯利根会复活异化虫嘛，所以我们利用复活异化虫，然后让它能够快速近战攻击的异化虫的话，其实效率会比原本的异化虫好很多啊。好，杀光了。哨站已摧毁，可测试下一个品系。自行配音不舒服。艾斯崔三号星，野生虫族群落。野生虫族群落，让我们看看。野生孵化所进化出独特适应性。很有生命力的感觉，是临近某大国的国民，最好是你们都在那乱讲话。现在人家都可以上了，好，感谢我们的 Alex 456123订阅11个，谢谢谢谢。这个星球上有自治联盟的部队，他们正在往虫巢移动。好，来来来，动作快。虫品系完成，可以开始变形。他说可以立即生产完成哦。所以它就表示它生产的速度是特别快，是不是？好快哦！快速孵化，一颗虫卵孵化三只，孵化三只，压制敌人，压制敌人。自治联盟来袭，将幼虫变形为异爪虫。异爪虫，异爪好多虫，来来来来。所以它的效果有什么用？就是数量很多。
敌人数量太多啦！已歼灭敌方部队，可变形更多异化虫，摧毁敌方基地。到处都是虫族，火力全开，全面扫射！帅哥不错哦，你看到我们的异爪虫吗？来哟、哦，异爪大拍卖哦，看起来好像迅猛龙，又好像哈士奇啊！我看看哦，近看一下好了，哈士奇，哎，真的好可爱哦，为什么那么可爱？可恶，想养一只回家。好，必须要防备稍加体系。自治联盟全灭，异爪虫测试结束。好的，明年有玩《黑暗灵魂三》的打算吗？会啊，会啊，会啊。整合进虫群，返回进化巢。所以我要选哪一个？你们觉得说防备超加这个两个都还不错哎、欸。因为这个如果被打的话，你可以很快速就把它给造出来，而且又数量很多，可以一直送一直送。这个的话是它可以很快速度接近敌人啊，但是要控兵围超。所以呢，养一只把你回家把你杀掉，谁说的？谁说的？我家这边有养一只这个小龟龟啊 ，OK 的啦。水沟找得到吗？迅猛的脸哦，选蟑螂这只吗？跳一跳翼爪，这是迅猛虫啊，这个是翼爪虫。我觉得翼爪比较好哎、欸，其实，因为翼爪的话，我们可以透过翼爪的数量优势来防守家里面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右边会比较好啊。真的啦，真的啦，老皮桃，防超加操作不行也可以过关。好了，选正，就是你了。反正大家可以换不是吗？可以再换回去吗？还是换完之后就没办法再使用了，应该不至于吧？可以吗？看看啊，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，完了，哈哈，都是你们骗我，哈哈哈，不能换。我要查看一下。完了，哈哈，还不回去，好想回到国旗。哎、欸，乖啊，狗狗乖。好啦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下一个任务是什么？再打一个任务好了。新的背面，打完先休息了。发射了星际航舰，目前还能感应到对方的位置，但是时间所剩不多。感染神族的船舰，为什么？渗透破坏啊！你们有一艘船逃脱了，那么你只好等待黄金舰队的到来，你们会死得干净利落。我很抱歉。抱歉，因为你杀害了我的同胞。为了我要对你做的事，真的有控制感。同胞能感应到你，他们知道自己漏了一个人。不过他们没办法越传你，因为我在干扰。不要！要是我解除掉的话，不要传送我社堂武士！不要！哇，果然有控制感干。神族带走他了。神族会因他而死，好残忍哦！所以他要怎么样透过他来感染船舰呢、啊？不读取存档吗？不用啦，不用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不要！亚达，不知道有没有日文版的星海争霸的配音啊？亚达，来，还蛮奇怪的。これは死ねです。哎呦，真的传回来了！什么是控制感干了、啊？一定要警告圣堂武士，就是现在！哎呦！仔细听好了，这艘船上危机四伏，怕吃。听从我的命令，潜伏在阴影之中，吞噬生物，茁壮自己，感染这艘船。杀光船上所有神族，有点困难呐、啊。幼生虫后，哦，可以跳到别人身上呢，然后寄生他。我要怎么寄生啊？哦，这边好多东西，他到底养什么？神族带了好多小生物在里面，所以可以利用透过这个幼生虫后呢，然后让它变成这个大只佬，
这边有二十点，杀死他可以获得原子，然后让虫后生怎么讲成长。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游戏啊？就是样本。有狂战士使用寄生实体躲进那只生物体内。好，寄生实体是 Q 键。嗨，那是什么声音？没声音，我很正常。好，他离开了，吞噬你的宿主，然后继续移动。噗呲！生物原子加五，这样不是露出来不被发现吗？都不消失的话，少尉，躲在蒸汽口，等他离开。好的。你发现不了我。侦测到除非一级优先事项，已确定，取消其余优先事项，进入巡逻模式。不要这么紧张嘛，那么快来巡逻干嘛？来来来，避不开这群狂战士了，寄生那头恶煞兽，然后消灭他们。啊，寄生不累。恶煞兽，没错。神族还天真的以为他们只是有几只受到感染的动物，他们根本搞不清楚我们的能耐。没错，嗯，超烂的踩踏，有踩跟没踩一样。好，二煞兽前进，我也是煞爽二煞兽，来来来，巨型二煞兽，我一个踩踏，嗯，踩死你们。是时候让你长成虫后了。噗嗤。哦。进化了吗？可是还是一样，幼生虫后啊。老兵三版剧情都要玩完吗？我会玩《虫族之心》跟最后那个新的啦。那《自由之翼》的话，我之前三年前破过，所以我不会再打哦。老兵从《虫族之心》开始玩，然后玩到最后面虚空之章哦，虚空之遗嘛，对不对？这里，听，在这块区域不会被看到，进化吧。纳尔死了，这是纳尔。好，成长。哎，有猛哎，好大只哦，可以孵化异化虫，然后还可以再度成长，可是要花150啊。嗯，你叫做尼亚德拉，你的使命是孕育群落，消灭神族，杀光他们。是的，我为女皇而生，我为女王而生。我可以窥视他们的生物质，发展我们的群落。虫族入侵我们的船了，各位战士，消灭虫族！你现在才发现太晚了，哈哈哈！我要寄生你们，让你们都受孕，不是让你们都受到感染。好，继续感染啊！哇，好多，哎呦，爆裂啊，舒服。啊是啊是啊、哦！继续猎杀！无法执行的指令，摧毁对方的防御，虫群无人能挡，无人能挡！哎，猛猛猛猛！哎，我去生蛋啊！我跟你讲，生蛋联盟还想要船？无法执行的指令，哎，无限生蛋，这个好猛哦！什么色色的？谁跟你色色啊？前进了，去吧，虫群。通风口，好来。这里吗？哦，细长细长。在那儿，那就是供应护盾能量的机械装置。好，妈妈要前进了。已经关闭了，我们继续前进吧。船舰在这个区域散发出强烈的能量。这是做什么用的？我也不知道，妈妈要爆了，救命啊！救救你们的母亲，母亲要死了，快救命！哎，好险啊，母亲没死。能为你效劳吗？能。可以的吧？成长150，还不行，还不够啊。我是尼亚德拉。尼亚德拉，指引我的虫，这能量实在是太强了。这里吗？你发现超空间引擎了，毁掉它，让这艘船永远到不了夏库拉斯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！护盾消失了，我会亲自毁掉超空间引擎。超空间引擎，听起来名字就很煞气啊！
加个超都变很煞气哦。谢谢我们的 Love In Gun， 谢谢订阅十个，谢谢。什么时候会玩哦？晚上吧，还不急啊。警告，超空间引擎遭到破坏，请立即撤离。阻止他们，不能让虫族靠近静置舱。来不及了。投降吧，倒数时间，也就有时间限制耶。快哦，快哦！我方部队受到攻击，一个引诱战术。你挡不住虫群，哎，他就把门关起来，好样的！啊，老妈死啦！任务失败，不是吧？虫群，虫群，煞爽，煞爽！好，开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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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，快点开门，快点开门！门要关了，门要关了。OK。我们的时刻。果然要防抄家。爆炸停止了。嗯。等等。前面的房间有动静，什么动静？紧急情况，能量供应发生问题，唤醒静置舱中的神族战士。为什么把静置舱里面的神族战士放在里面？能为你就是类似像是休眠舱的概念，是不是？好，继续升。来，夏库拉斯神族，这边还有。请指引我的程序。是时候了，尼亚德拉，进化吧，提高你控制群落的能力。哦，越来越猛了，好大只，好大只，我喜欢。毁掉那些生物样本，不能让虫族吞噬他们。杀掉那些战士，我一定要取得生物值。法执行的指令。对生物值情有独钟啊。好，继续继续啊！趁我的友军在交战的同时呢，我们持续收割这个客家人勤俭持家的精神呢。啊，在这边此时此刻，啊，完完全全在虫族的找到他这个影子啊！所以呢，我大胆肯定，这个虫族呢，肯定就是由客家人的蓝本呢所创造出来的生物啊，非常非常厉害！哦，各种勤俭，什么东西都给他吃一下啊，碰一下。很厉害，很厉害。好，来，这边还有一个，这边还有一个。人族的防守太薄弱了吧？这么容易就被入侵，真是个好妈妈。哎，好痛，好痛！不行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你们加油，你们加油，孩子们加油啊！多生一点，多生一点啊！既然打不过人家呢，啊，我们就多生一点。用这个数量压制对手，不要怕啊！妈妈就是会生，会生。哎，不要打，不要打！你必须进化，然后壮大自己。最后一战就要来临了。最后一战哦，最后一战出到第五代喽，不要过来哦！你狂追，我躲。哎，我起来，我进化。老皮在美国遇到黑人就坏掉了，你才坏掉嘞！好，可以，我们可以现在可以造赤手了，22个单位。好哎、欸，地方的妈妈需要更多蛋白质。好，这边还有3只。这里，哦，来来来来，别让他们杀掉恶杀兽。不行，恶杀手是我的了。走吧，我们还有神族要消灭。这艘船，你真的各种吸耶！神族还有68名还未消，还未消灭，69名哦，这么多个。感染恶杀兽。我们的时刻，请指引我的城区。我是尼亚德拉。尼亚德拉，神族正在巩固剑桥的防御，做好进攻准备。老皮在美国可以找到很多的生物质哦。欸，其实不一定呢，我跟你讲，
美国人每天吃重油重咸的，你看他什么食物都超油超咸的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反而吃的清淡一点的生物质还比较多一点啊，对不对？你们不要再做那种 不切实际的幻想了。二煞兽要死啦！二煞兽要死啦！这艘船已经无法航行了，准备发射逃生舱。在逃生舱发射之前，全部摧毁掉，绝不能让神族抵达夏库拉斯。来。还有一次没吃到吗？真的假的？在哪里啊？我不是该吃都吃了吗？怎么可能没吃到啊？有啊，都吃啦、啊！我们要为族人争取更多时间。是是是是是，你们加油啊！神族逃走前摧毁逃生舱。我跟你讲，只要部队不用钱，我就是最厉害的那个玩家了。准备了更多逃生舱，全部毁掉！全部毁掉！没有敌人能让我惧怕。全部毁掉！完了完了完了！哎，这边毁不掉啊！加油一下好吗？我们不会就这样步入虚无之中。啊，好痛！少吃一只羊哦，你没差了，我家生物值都满了，也不能进化了。快哦，快哦，要发射了！派上去看看 ，OK 啊，我等下派一下。快啊快啊！永远无法击败我们，我们的神真的有哎！机车，咬死你！哎，成就完成，太爽了！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啊！没有你们呢，我将无法统治所有的这个生物质啊！这样我还要大老远搭十二小时飞机飞去美国，吸收更多的生物质，这很辛苦的。好，怒打一波！他们还有逃生舱吗？没了吧？剩下几个神族而已。好痛 ！My life for 虫族。没了吧，没了吧。神族已消灭殆尽，女皇。请问可不可以接收这艘船舰？看起来还蛮新潮的。你听得见我吗？哎，只剩我们了。听不见了？为什么突然断讯啊？女皇给了我们一个使命，消灭神族。我们会做好准备，再度为你效命。哇，会不会后面成为一个伏笔呢？哎，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变伏笔耶，因为你要知道，其实吉姆雷诺跟几个神族他们是比较友好的，所以他并不会希望说把神族摧毁掉。哦，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在自由之翼的时候，吉姆雷诺有碰到一个怎么讲预示未来的情况。他就是回到未来的那种预示之后呢，发现其实神族跟虫族混合之后成为一个更高等的生物，那背后呢是一个奇怪的种族去影响的。那会不会当初就是说，如果说神族跟虫族其中一方灭亡的话，这个世界就会被摧毁掉？哦，那会不会这个就是成为一个伏笔？